躺在王妃李亚鹏枪下的明星之熊黛林。李亚鹏和天后老婆离了，刚和天王男友分了的熊黛林被这个话题躺枪，倒也是合情合理。昨天前程嫂就为王妃加油打气，有听过很可惜，嗯，觉得都好，即系唔明白点解你咁。其实我觉得什么原因不重要，最重要是他可以继续寻找自己的幸福就好了。